来自可口可乐携手超新星运动会线上发起的元气运动员代表助力榜评选出的超新星运动员代表，在会旗下宣誓，欢迎两位代表，他们是男运动员宣誓代表 Rice 燕许佳，女运动员宣誓代表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欢迎二位，欢迎。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在元气运动员代表助力榜评选出的超新星运动员代表们。我们再次欢迎男运动员 RSE Rice 燕许佳，女运动员代表硬糖少女303席琳娜依高。首先有请 RSE Rice 燕许佳。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庄严宣誓，为了体育的光荣和本队的荣誉，我们将以真正的体育精神参加本届超新星运动会各个比赛，尊重和遵守各项竞赛规则。宣誓人 Rice 燕许佳，2020年8月14号。接下来有请硬糖少女303希琳娜依高。我代表运动员庄严宣誓，我们将以真正的体育精神参加本届超新星运动会，服从裁判，尊重对手和竞赛规则，为了体育的光荣和本队的荣誉努力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宣誓人硬糖少女303希琳娜依高，2020年8月14日。谢谢，再次感谢两位超新星运动员代表。